嚟到我哋今日嘅旅行咧嘅第四日嘅早上嘅一啲嘅活动。我哋琴晚喺蒙古包度瞓咗一晚，都好好瞓得。咁咧早起身6点钟啦，我哋就出嚟呢个呼伦贝尔嘅大草原嗰度出嚟行下。咁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啲羊啊，有啲牛啊咁样。系咪马嚟啊嗰啲？可以讲咧，我哋今日咧系第四日咧嘅行程都几，即系几多节目嘅，因为我哋整个上昼咧都喺呼伦贝尔嘅大草原嗰度咧系玩啦，我哋会玩去放风筝啦，同埋去睇佢一个蒙古一个好大嘅祭点讲咧，系嗰啲祭祀嘅祭坛啊。一个敖包，一个很大的敖包，亦都是他们在蒙古人里面在这个呼伦贝尔一个很视为很神圣很大的一个祭坛。Choose to live for all that I can give. The spark that makes the power grow, and I will stand for my dream if I can. Symbol of my faith in who I am. 早晨啊！早晨啊！而家系7点零钟。好舒服啊，系咪？又唔系太冻，凉凉地。O K 啊 ，O K 啊，嗱，我哋应该行啦，周围啲景色。准备食早餐啦。Yeah。而家嚟食早餐嘅地方，啲早餐系非常之简单嘅啫。就呢度啦，我哋就系坐啲两位。饅頭嚟咯。好啦，我哋食完早餐，行出餐廳就見到阿爽咧已經係準備咗，帶咗啲風箏俾我哋。稍後咧，我哋會去個大草原嗰度去放風箏嘅。咁但喺放風箏之前咧，我哋向左邊行咧，我哋就會去佢哋呢個呼倫貝爾一個幾對於蒙古人咧係幾神聖嘅地方嚟嘅。咁嗰個地方咧，係叫騰格里嘅一個敖包。咁我哋都會去咗敖包之後咧，佢先至行翻出去呢個嘅草原嗰度放風箏嘅。我哋行好快咧，就可以去到佢哋蒙古族一個叫做敖包嘅地方，亦都係呼倫貝爾一個好大嘅地方。咁佢前边呢个咧特别大型嘅，左右咧都有啲细嘅敖包嘅。咁前边呢个大啲嘅咧，佢系叫腾格里敖包。咁咩叫敖包咧？原来佢就系喺蒙古语，喺蒙古语里面咧，系即系话用一啲石头去堆积嘅一个祭祀嘅建筑物咁样嘅。咁喺蒙古嘅草原上高咧。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山丘、河流、树林之类的地标，
咁到处都系草原嚟噶，咁所以咧，佢哋防止嗰啲牧民咧系迷失路啊。咁佢哋亦都俾啲放羊嘅人咧可以揾到路翻屋企咧。佢哋就时时咧整咗呢啲敖包咧，第一爱嚟做祭祀噶啦，另外咧做一个路标啊，咁样系俾佢哋啲牧民嘅，咁咧其中一个嘅用处嚟噶。咁嗱，左右啲细嘅，咁中间呢个咧系最大嘅。腾格里咧个意思系蒙古语里面咧。的意思是天，意为无际无边际的天空。如果在蒙古人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的火，是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的代 一样东西来的。他们觉得无处不在的火，由此他们在他们草原周围漂泊的时间，火和腾格里是他们蒙古人崇拜的信仰的一个他们很根本的意识来的。咁直至到今日咧，佢哋都系视之为系好神圣嘅。好啦，我哋行到前边见到一个石碑啦，系写住咧系一个叫做不尔罕山圣石。咁呢个系讲翻成吉思汗咧，佢话一个故事讲翻佢九岁嘅时候咧，佢就丧父啦，家境好由贵族咧沦为贫民，同埋最惨咧系遭到追杀啊！咁過咗好多流離顛沛、好苦難嘅日子，咁咧平日咧係由佢母親帶領之下咧，佢就嚟到呢個草原嗰度，甚至咧係挖啲野菜啦，食嗰啲野菜、野果同埋釣魚為生。咁咧亦都被人係咁追殺，咁咧係喺呢個森林嗰度咧，佢避咗七日七夜嘅。咁成吉思汗喺17岁嘅時候咧，佢剛剛喺呼倫貝爾就娶咗個太太。咁呢個太太又俾人搶走咗喎，咁後嚟咧，佢亦都喺呢個山嘅密林嗰度咧，係保護到佢嘅家人。咁所以咧，當時成吉思汗講過，佢對於呢個山，佢話我每日嘅早晨都要嚟祭祀，每天都要祝壽，我嘅子子孫孫都要銘記不忘。拿着這個風箏線哦，非常非常的長，咱們風箏不要飛得特別高。啊，别把飞机刮下来，因为它这有飞机嘛，有飞机来回的飞，是那种就是旅游。开始。OK， 好。我明白了啊。你住两个圈圈吗？你头先系起死。
你要左手揸呢、這個，左手揸住先。喂，停呢、這個，佢揸住。啱邊度？係啦，揸實。揸住呢隻。嗱，呢隻就係放，係啦。有風嚟做。嗱，咁就拉，咁係拉上嚟嘅。来，活动啊，再来一次啊，来，预备，来，一二三，来，握握手 ，Hello。